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澳洲麻将联盟，今天一起来学习七百搭麻将吧。在七百搭里，百搭牌等于鬼牌，可以代替手牌里任何需要的花色牌和字牌。大家拿完牌后，庄家在一颗骰子按数倒数翻开的那一张和牌面值的下一张就是百搭牌。例如翻开八万，那么八万和九万就是百搭牌，牌局里总共有七个百搭。如果翻开一，下一张就是二，那么一和二就是百搭。如果是九，下一张就是一，那么九和一就是百搭。同条万都一样哦。字牌顺序为东南西北，北之后接着东，中发牌单独拎出来自成一脉。好的，我们开始吧。每位玩家码十七吨做牌墙，所有玩家拿十三张，庄家跳牌拿十四张。门清或者手中没有百搭牌就可以吃冲胡牌，否则只能自摸胡牌哦。如果你把百搭扔出去了，那么百搭牌就会变成普通牌，其他的玩家可以拿来吃。胡牌以后，亮牌举手示意裁判来算分哦。现在让我们学习牌型吧。混泥色牌里只有一种花色加字牌，40分。清一色牌里只有一种花色，100分。一条龙牌里有1234567890的顺子，40分。碰碰胡又称为对对胡，里面全是刻子加一对眼，30分。七对子就是七个对子组成的牌型，还可以这样赢哦，值30分。字一色牌里只有字牌，320分。1319，所有的字牌和要求牌各一张，外加子牌型里任意一张，200分。最后记得拿齐七个百搭就可以胡牌啦，480分。恭喜你学会七百搭啦！欢迎进入我们的官网查看每日免费麻将时间表，来玩七百搭麻将吧。